手術影像咧就係一個輔助服務啦，就係用好有系統嘅方式，將周圍環境咧嘅譬如外觀啊、特點啊，就用好具體嘅方式形容俾視障人士，令到佢哋咧可以清楚周圍環境嘅情況。而口述影像服務更加可以為視障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增添生活色彩嘅。視障人士是一樣有接觸和欣賞藝術的權利的。而口述影像服務就是協助視障人士欣賞以視覺為主的藝術品和文化娛樂作品。我哋今次同香港盲人輔導會嘅合作咧，發覺其實都同我哋普通嘅導賞團咧都好有幫助，因為我哋感受到呢度嘅空間，除咗視覺之外啊，有其他譬如聽覺啊、觸覺啊，對其他嘅導賞咧都係有好大嘅幫助嘅。視障人士嚟虎豹樂譜參觀，如果我哋要照顧視障朋友佢哋嘅需要咧，喺個路線上邊咧，發掘一啲咧喺視覺上、功能上比較有趣嘅元素去重點介紹。所以我哋會喺個路線嗰度咧，揀一啲比較重要嘅元素嚟到去描述俾視障朋友聽。不是只是滿足於有口述影像，我們還會想埋有什麼地方可以給一些視障人士去摸的呢，去感受的呢，於是乎就有了這個摸讀圖冊的產生。用我們本身建築圖蹟將它呢就轉化為一些摸讀圖。由於今次這個項目我們所做的摸讀地圖是一種叫做便攜式的摸讀地圖，我們是用一些特別的紙張去製作，當紙張經過一部儀器將它加熱了之後，紙張上面黑色的部分就會呈現出凸起的效果，讓視障人士摸這些凸起的圖案，可以了解到周圍的環境和佈局。今日整體上的參觀服務呢，令我呢更加明白了整個地方是有一個花園啦，整個台都是升高了啦，有條橋啦，明白了樣樣嘢都是不對稱的，覺得都很有趣啦，覺得呢一度。老虎仔就在我前面，在你前面12點啱啦。今次呢本地圖呢同上一次好唔同嘅地方係有一啲貼心嘅改動嘅，所有每一頁嘅個擺位都會擺咗喺同一個方向，睇地圖嘅時候就會更加即係清晰知道邊度去入手。各位朋友，而家咧我哋就進入虎豹樂譜嘅大廳。嗱，呢個真係一個擴大圖嚟嘅。你摸到佢啲花紋，好感恩有呢個口述影像嘅一個叫做服務啊，或者係好特別嘅技巧啊。因為我個世界咧已經好似喺太空入邊咧，有時連個天喺邊度，連個地喺邊度都唔係好清楚。但係呢一個咁唔同嘅一種形容我周邊環境嘅一種方法咧，佢有一個幾準確嘅畫面，知道我周邊有啲乜嘢，所以我都好感恩呢個口述影像嘅服務嘅。口述影像服務咧，係令到你以後咧無論你去到邊都好咧，開始去好奇想知道周圍有啲乜，可能係好平凡嘅嘢，你會想諗下有冇辦法我可以同平常人一樣有辦法做到咯。參加義工的工作，其實可以用到自己已經有的經驗，或者某一方面的專長可以發揮得到。整個籌備過程裏面是滿足了這個要求，同埋認識了很多新的事，自己都學了很多東西，又幫到人。我真的覺得這個社會上是有些人，其實只要需要我們走多一步，他們得到的東西是已經很多。透過我們的口述影像，如果真的能夠將這個世界呈現在他們的眼前，不但只可以豐富他們的生活的內容，也都可以幫助他們心靈的復康。這個就是我覺得口述影像義務工作的意義所在，也都是我自己得到滿足感的地方。不經不覺呢，其實口述影像服務在香港都推行了10年多的時間。我其實很感恩過去這段期間有很多人其實在背後做了很多的功夫，目的是令到我們的生活更加好，甚至乎是令到我們能夠跟主流社會去更加接軌。